我发现了一个小文蛤，诶，太小了，跟我手指甲一样大，太小了，换了吧。来吧，老铁们啊，这个东西是啥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触摸的这个叫海西瓜啊，一碰呢就流水的。我还向老渔民询问过，他说这个有毒不能吃。不知道有老铁见过海西瓜吗？见过老铁扣个一，没见过老铁扣二啊。万水千山总是情，给个双击行不行？喜欢赶海加我关注，来看我直播。这就是我的宠物大家看可不可爱？看清这个东西了没？这是一只螃蟹。哎，看，哎哎哎，哎，两只，一对夫妻。哎，哎，一对夫妻呢？来，老铁们啊，我又来了啊！还是这个时间，还是这个地点，依旧是网红八爪鱼钻瓶子，厉害了，老铁！请忽略后面那双鞋有点 low。说归说，闹归闹，老铁们，咱们户外直播啊，11点左右开启，进来的朋友双击关注，看我直播。皮皮虾，我们走，一起去找男朋友。为啥此虾转圈不想走？看出来的老铁，双击评论啊！为啥不想走？喜欢赶海的朋友，加主播关注，主播带你赶海直播。昨天晚上都是因为抓这只螃蟹，害我直播间被砍了3次，掉了800多人。拿它的时候，更可恨的是还被它夹了一下，不知道能不能换取咱家老铁给我一个双击关注我10点钟海的爆桶直播。来吧，朋友们，在海边啊，发现一对蟹夫妇在散步，走在前方的是不是老公啊？你怎么不等等你老婆过来？不听话，哼。这种螃蟹在我们这边叫抗大钳，因为它只有一个大钳子，另一个钳子是永远长不大。